希望你中意。佢好天真，但系又好成熟。佢唔跟规矩做嘢，但系又好有自己嘅谂法。边个女仔唔中意有人追，但系可以就系唔中意，因为佢中意嘅嘢自己会去争取。佢爱嘅人，人哋未必爱佢。虽然有人比我更加清楚，可以最后呢一段路到底点样行。身后事务所今晚11:30 ，Feel TV。